它是做麂皮拼接的材质，它这边是雾面的皮革，然后前面是麂皮的材质，然后是做对色的，这边是浅灰色，它这边是奶白色，那它皮革非常软，就是它整个都很软，因为其实我们蛮常进韩国的娃娃鞋，就最后都没有上架，因为它这边都套超硬，然后会刮你的脚后跟，但这双是很软很舒服的，就它麂皮这边里面的那个缝线也是舒服的，然后它的鞋底啊，这个就是都有厚底的感觉，都 QQ 的，从前面脚掌处到后面都是有 QQ 的感觉，所以穿起来很舒服。那鞋底也算软，我觉得它穿起来是非常舒服，而且很薄。然后线头的部分是带方形的圆，就是有点圆润的方形，所以它的线头穿起来脚背看起来也很蛮长的。我觉得是一款，就是如果你要再找这种比较气质的娃娃鞋的话，个人这是我自己是有留这一双，因为留配那个怎么讲直筒的牛仔裤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直筒牛仔裤。